一技之长能动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今天距离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整整400天。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，每2年举办一届。2021年9月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青年将汇聚中国上海，为梦想拼搏，为荣誉而战。未来，请和我一起关注世赛，为世赛呐喊助威吧。